今天我们要拍这影片，主要是要向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因为我们今年要发专辑的企划被迫取消。他着火了，哥哥，你要。马来西亚网红、YouTuber 歌手、拍 MV 神王。你们不要走！我听到后面有人脚步，好像有人踩过沙地一样。拜拜。哈喽大家好，我们是碰碰，我是碰姐姐，我是碰迪 Gaston。 今天我们要拍这影片，主要是要向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因为我们今年要发专辑的企划被迫取消，我们无法发专辑了，对不起。真巧吗？我问你，就是其实我们去年就有一直在讨论今年要发专辑，而且我们其实已经有一个概念，可是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所以很多企划都被延迟了。那碰碰在 MCO 行动管理期间也其实堕落到第二个点，没有这样惨的，没有没有。当网络失去了关注力，实体专辑又无法发出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的低潮。谁知道呢？我们最近找到了干爹，所以我们这边正式宣布，碰碰在2020年会发行全新单曲，名叫《Feel the Buzz》。7月31日会在所有电台和各大数位平台可以听见。8月2日会有马来版 AV， 8月之后也会有中文版 AV。完整版。其实你知道哦，因为今年发生太多事情，一眨眼就是7月了，所以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做歌，真的很开心。Feel the Vibe 呢，基本上就是说享受当下。对，没错。那 Feel the Vibe 主要呢，就是要给大家有这种享受当下、无所惧怕的感觉。我们碰碰是挤上好的，我们只是做音乐一起吧。然后我们每次面对面在 MV 里面同框的时候，我们就假装很好这样。考验要我们。对，我们私底下是会分开的这样子咯。不认识你。我们碰碰在 MCO 期间就有写了很多很多的歌曲，那这首 Feel the Vibe 也是专辑概念其中一首歌曲啦。非常荣幸的，这次金主爸爸看中了我们这一首。你刚飞的时候，我这边看有个口水。我们这次呢，非常荣幸有金主爸爸呢，愿意呢选我们的原创呢作为他们的宣传曲，谢谢干爹。这次也是觉得很特别，因为金主爸爸讲说，哎 ，Why not？ 你们跟马来的创作者 cross over。Saya sudah tunggu sangat lama. Saya nak itu ah collaboration ah collaboration collaborasi collaborasi dengan itu oh melalui YouTuber. Wah, sangat simpon. Kali ini sangat sangat bangga kerana boleh berkolaborasi dengan channel Chiki Dot. Saya rasa dia cubaan yang sangat cubaan yang luar biasa. Luar biasa. Kami belum lagi collaborate dengan siapa-siapa musically, you know. So this time is really, really like something out of the box that we can sing together and dance together. Hello. Okay,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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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Yeah. Yeah. First time I'm recording sound. Oh, ni lagu. Oh, dah biasa dah. Kita di sini dengan Jiang Dora ni Shilu. Thank 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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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We see you tomorrow. Yeah. Yeah. 你刚我听那女生唱歌，我吓到我。他家是 Malaysia， Adele Malaysia， Adele Malaysia， come on， Rolling in the deep， come on， Rolling in the deep。Woohoo! You have my heart inside of your head. And you played it. Oh my god.这次呢，金主爸爸也非常的给我挑战，因为我们在一个星期内要做好整个 MV， 包括词曲编曲、MV 美术、服装、妆发、剧本、分镜图、拍摄、后制剪辑、特效，还有收神。开拍前呢，我记得时间只有7到9天，我们道具全部是网购的，我们服装也是跑去摸外面学。是，我跟你讲，我们下次哦，不要再自己做，这太累了。你是服装潮牌，老板又在找干爹了。You know，隔天是运动会要做，所以你要再剪剪短到几短？这样，差不多这边。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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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Mabel 永远都是那个金箔机转过来看的那个人。所以这次为了在 MV 上展现到更好看的一面，我们也特地为了这些 MV 结识了好多天。今天是开拍 MV 的倒数第一步，然后呢Diet 还是要顾一下，那个 sauce 有点胖，不过这是鸡胸肉和炒菜。加油，继续戒淀粉。然后等一下呢，我要练舞，然后我要跑步。其实在疫情期间呢，就培养了一个很特别的习惯，就是夜跑。那希望说这几天的夜跑会 MV 上看到脸小一点。今天我夜跑不是一个人，我有同事陪我，因为我跟同事最近变成了邻居。然后他就踢脚踏车，然后我就跑，然后就骑很快，然后我就不可以停，然后就一直跑一直跑，就会变瘦。这一次主要我想要在荧幕上、画面上、故事上可以表达到的就是一种自由奔放、无所畏惧的感觉。比如说呢，我们就要挑战拿着那个烟雾弹那边跑的。今天我们要尝试去点燃这个 smoke bomb。什么？是炸弹呢？哦，白色，它的感觉是比较温的，可是很臭哦。它着火了，哥哥，你要。我等它上完了我才去抓，太可怕了。哦，还有的，我觉得你要把它扔进那个水里面。Oh my god！ 怎么办？很臭。我觉得我的邻居会把我杀掉的。哇耶！哇，好蓝哦！哎，龙，那你衣服蓝色的，刚洗不掉了。这个，哇塞哦，你很能拿哎！杀我杀！来一杯，第一次点。哇，美哦，美哦！哇耶！除此之外呢，我也挑战了滑滑板。经过千辛万苦，我终于学会了滑、停，还有如何跳起来。为了这次 Feel About 新 MV 拍摄呢，我得学会一个新的技能，就是滑滑板。只是骗两幕吧。我知道滑滑板并不容易，可是想要挑战，就是学会至少怎样直走和停下，左右我再考虑吧。会直走停下，我就要偷笑了。那就看一下我辛苦练习两三天，练不练得到直走吧。Let's go。学会了怎么走了 ，Let's go。很容易的，就说容易的。拍摄之前呢，我们在 MCO 那段时间真的是，你知道，每天在家里，然后终于可以出去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次 MV 就是感觉是哇，终于奔放的感觉，现在可以出地出地马来西亚的感觉。我觉得我们这次真的把马来西亚拍得好漂亮。在开拍之前呢，因为这次会到荒野去拍摄，那我们知道我们 unknown 的地方就是无所未知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先去探索。你是谁？我是谁？这次呢，我和水妹小姐姐呢，就是去到这两个地方去走。其实你不会好奇，没有我们拍 MV 的时候，你不会好奇我们为什么找这样美的地方。给你反应。其实我看到照片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很干崩了，需要那边画，因为这个感觉。反正就是呢，我们在去找地方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是靠直觉的。我跟他就走到 highway 上，我们本来要去那个大草原，然后走到想，喂，这个草地可以拿来玩呢，喂，那个铲泥机可以拿来玩呢，喂，那边走完就是海边呢，就租了一个车从东走到西，走到雪兰莪的最南部，再走到雪兰莪的最北部，两个点之间的距离是两个小时，也给我们走到完。你知道，我觉得制作一个影片呢，感觉是很兴奋的，因为呢，我们以前就是两个人开始，我每次就是 on set 忽然间有三十个人在，为了我们一起做一个很好看的影片的时候，感觉是很感动的。这次呢，因为时间太短，我的工作呢就是联络 dancers， 他是制片人。哎呀，简单讲，片场二十九个人都是你叫的，你一个人联络二十九个人， yeah. 辛苦了。那因为这次的曲风呢是夏日热带舞曲风 ，OK， tropical dance pop， 所以这次呢，我们就依然找了我的舞蹈朋友 Sophie 去编这一支舞啦。对我来讲很难这一次，因为这完全不是我的曲风。那你会难？很难。基本上我就希望说，这舞蹈 concept 就是非常自由奔放，然后来 it's like grooving， you know， yeah。我觉得很难，你们要期待。那你会难。
当天呢，因为其实拍摄的时间表还蛮满的，因为当天会有和 TikTok 的 channel 合作，还有跟 dancer 们的出现，所以呢，当天其实满满都是在拍舞蹈。但是呢，一滴雨都没有下的情况之下，我们12点就在太阳的正下面拍摄，我们10个人假装没有事情那边。Anyway, it's so cold here in London. That's why we are wearing jacket right now. 打扮得看，看那个 Korea。这次也挑战我在室外做导演的 skill 啦。希望我拍室外的时候我是独孤你。那我做的还好吧？可是我觉得，我做的画面整得很值得。我觉得画面整得很值得。有一点不爽啊。把两个 reflector 放在客厅，整个团队7个人没有拿，所以我们今天要用这个。来反光我自己的脸看，看到吗？我讨人鸟。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是一个 videographer， 然后你要在这边实习的话，可以欢迎 email 到 hello@pongtuan.com， 然后我这边就会讨人，谢谢。第一次绑那么高，那么长，那么紧头发，然后我刚就紧到觉得有点想要吐，我就问他们是正常的吗？他就问我，我是第一次听到，我是绑头发想吐还是？你们不要走，我记下来。哇，我真的很想哦，我爬这边，我都会游泳嘛，我掉下去了没有关系的。不来，如果我真的掉下去哦，就完美哦，我就爆红了。马来西亚网红 ，YouTuber 歌手，拍 MV 身亡，完美。我乱讲嘢，我爸。第二天的拍摄基本上是我觉得是最最最最最辛苦，我真的从来没有试过这么辛苦的拍摄。早上下了毛雨之后，太阳是越晒越猛，而且我觉得很辛苦是因为我们在海边。你们的 prayer 全部 work， 你知道我明明站在那边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云哦在下着大雨，通常在海边哦过一分钟它就已经吹过来，可是我发现哦那边吹下着雨哦，结果走另一边 yes 下雨啊，你烧了乌龟，我放不够头。片场所有处男处女在 IG Story 烧乌龟，可以到 @GastonPong 的 IG Story 参考，谢谢。Gaston 刚才尝试把你变成花沙女，觉得这是一种态度，然后所以我就说你有什么事吗？没有啊，就觉得说要有女人味一点，然后要有看到碰姐的成长，就是希望说碰姐在 MV 里面会有感觉，哎，越来越有女人的感觉。最后呢，在片场上我们就急急忙忙编了一个舞蹈给她，压力嘛，多一点，然后身体，哦，你身体你扭一点了，你继续吧。明明就不是性感的歌。然后还有摸。是什么？想带给森一定有意见了，还另想你的哪一个部分？不好意思，导演组，我要的是一个歌手，不是 Salomon。That's why you say I said already。我讲我来说，你一定会有 comment。有低一点，一点都不爽。是看你躺在下面，全部人看住你。各位乡亲父老们，谢谢大家在这里集合。我这边有一个重大的消息要告诉你们，就是 It's a wrap。辛苦了。这次的 MV 看点，我觉得为以下几点。第一个，这是我们碰碰工作室第一次派出我们的摄影指导水蜜桃姐姐。那时候我讲要拍 MV， 我讲我要去外面找人的时候，讲 Hello， 我可以扎给 OK， 我就让弱小、娇小、可爱的水蜜桃姐姐带着那个10公斤的那个机器，跟我们碰碰一起玩一些久违的东西。然后此外呢，我觉得跟之前的 MV 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很多无人机的画面，可以看到整个马来西亚大环境、大自然是多么的漂亮。我们一人讲5个字来形容当前的情况：天气炎热，全身黏黏。8个字哦，5个字来形容。憋尿很辛苦。我们下次我跟你讲，真的吗？自己带马来西亚去。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在第一年拍摄的时候呢，我在傍晚的时候我就忍不住了，我就去那边旁边去解放一下我的膀胱啦。OK， 然后呢，我就跟那边的环境讲说，很抱歉，我今天在这边浇水啊，不是有意的，被迫而做的。然后就跟他们讲，我记得我要讲什么阿飞在的拍摄，想帮阿姨的感谢你。然后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听到后面有人脚步，好像有人踩过沙地一样。我就觉得，他好像是收到了我的讯息，讲说，好，收到了。还好他不想。OK。我要让你们很期待，我真的要跟你们说，我真的觉得这次 MV 真的蛮漂亮的。希望碰碰车还是会喜欢这首歌，我也希望说，可能在电台的你们听到这首歌，
又会重新爱上碰碰。那你们有没有好奇碰碰单飞企划这个月的冠军是谁呢？是谁呢？那这一次呢，碰碰单飞企划七月份的成绩呢，将会在 YouTube Community Post 发行，同时也可以在碰碰 Official 看到答案哦。大家就会在我们这个月的影片里面选出一位幸运者，然后我们会帮你完成你的心愿。所以如果你在越多的影片下面 comment like 或 share， 被选中完成心愿的几率就会越高哦。之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过程拍起来，放到下一个影片去哦。一起订阅，订阅起来。打开打开你的铃铛，下次的片尾要放谁的？现在立刻订阅起来。这个没有声音了，难听。叮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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